嘛，当然要买新衣服新鞋子啦。这么多的快递，一共12个，全都是我们三个的。妈妈，你这是进货呢还是买快递呢？赶快把它们拆开吧，迫不及待了。三条加绒的裤子我们每人一条，现在来拉开试一试。好舒服呀。哇，那么好。加绒的。哇，这个好好好舒服呀。我也有。穿这个裤子搞笑死了，老三和老二的正好，老大的裤子太短了，太短太难受了。然后你的那个就直接给老二穿了。妈妈，那我这个穿到了。那你自己穿到了，转过去我看看。我买的时候就防止短了，我就单独又给你买了一条，试试这一条看能不能穿。行，这个还差不多，这个才符合我的年龄穿。啊，转过去看一下后面，这个长度还可以。啊，这个裤子里面加绒的羊羔毛，这可暖和了，舒服。这是妈妈给奶奶买的棉拖鞋，奶奶你试一试吧。爸，这一条和那一条差不多，都是我的，只不过这个是比较薄的，这个厚一点。两个绒不一样，应该是可以穿的啊。嗯，正好你看，可以。哇，这个棉拖鞋好好看，还有这个呢，肯定暖和，我要试一试。你看我的，我的怎么是这个颜色的？因为你平时太脏了，给你买一个颜色深的，比你干净。哇，好好看呀，好舒服呀，这个。给老三专门买了一双灰色的，因为他太能跑了，平时弄得脏。真可爱。你看老大的这个也好看。对，你看还是这个领子，这个也好看呀，好看，还是我的最好看，粉粉嫩嫩的水蜜桃，好好看呀，毛茸茸的，真舒服。老三呢，这里是一只灰灰的小兔子，也很好看，暖和就行，对吧？对。还是老大的这个最好看，这里还有松紧口。这是一款卫衣，我们来试一试。看老大现在就喜欢穿那种肥肥大大的衣服。看我好看。哎，你那个太大了，不行。看看后面，这一套穿着这真的是过冬了呀。看他们俩的这个图案是一样的，就是布料不一样。老大的这个颜色比较米一点，亮一点，你的这个有点暗。这个毛舒服。嗯，老二的这个不行，太大了。这个裤子还可以伸缩穿，两穿的。还这一条灰色的裤子，把它打开，这个也太短了吧。你现在不能买这种大童的衣服了，得买成人款的衣服。他这个裤子还行，就是老大不能穿，因为老大以后全部都不能买大童的衣服了。太高了，就你这高。哎，你看就这个玩意儿，搁那跳了一晚上了，我不知道有什么好跳的。臭美垃圾！这是一个笔筒，哇，还有那么多张贴纸。我们来贴一贴。一共有4张贴纸，好好看呀。这个贴这里。哇，好看呀。这个贴这里肯定好看。全部都贴好啦。看看后面。后面贴的太少了。后面我没大贴，因为看不见。最后我们要决定把这一件上衣和这三条裤子都退掉，因为我们都不喜欢。我也喜欢这套黑色的，穿在我们身上一点不合适，所以我们就退掉它。夏天的衣服给他们随便在网上买一买都能穿，看来冬天的衣服还是要带着他们去店里面去试着买。买的多，退的多。这期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吧，拜拜。老大要写作业啦，看看他的笔筒装好了，放在这里。这是原来的笔筒，现在升级了，这是他的垃圾桶。叶子涵，这个笔筒就送给你了，你咋不把新的给我呢？这个笔筒有3个规格，比较好归纳，拿的时候也方便，这样就不乱了。你们有没有和我一样的衣服鞋子都是穿老大剩下的，现在就连笔筒也是老大剩下的了。当小的太不容易了，我也想当老大。那老三还穿你剩下的呢。说的对呀、啊。挑战最强大脑，脑筋急转弯，答对一题奖一颗糖，由老大执行给糖的任务。哦、OK。你不可以抱在自己怀里。放回去。你不是说我是来打糖的吗？你也是负责抢答的。哦，我还以为我第一题，什么东西温度越高爬得越快？哇，温度计。每人一颗
有一个眼睛瞎了的人走在悬崖边，突然就停住了，这是为什么呢？有人救他。错，感觉到错，他就一只眼瞎。对了，哇塞，刘雨涵最厉害。有一位美丽的公主，自从她结婚以后，她就不再挂蚊帐了，这是为什么？因为她长大了。她住的是豪华房呀。错，不知道。出答案。因为她嫁给了青蛙王子。一块手表掉到了大海里面，会不会停？不会停。因为大海是个人、我知道为什么，因为他带着防护的那个。错，因为那个手表不怕水。错，不知道。出答案。不会停，他只会一直沉下去。下一题、什么东西越热他越爱出来？汗。谁回答的？我先回答的。一人一颗。草原上有十只鸟，猎人打了一只，剩下九只为什么没有飞掉？因为它们是鸵鸟，不会飞，只会跑。对了，哪一个字人们总是写不好？不好。错字也可以写得很好。不。错。好。错。再说一遍题目。什么东西人们总是写不好？写。不好。这两个字。写不好。No。对，刘雨涵最强大脑。在运动会上，兔子和乌龟做什么比赛项目，兔子一定会赢？比赛跑步。错。吃东西。错。最后一题，什么书从来不单独卖？看书。错。什么书？它是一本书。一书。错。一本书。一套书。错。一套书店。错。我们这一期最强大脑是不是刘雨涵？是的。是我。老大得几块糖？答对几题？四十几个好像。24题。啊，你们俩都是最强大脑。